嘿，大家好，我是陈浩。那今天呢，我们在玩这个忍者艾莉啊。那艾莉呢，这一只角色呢，真的算是蛮强势的哦。那说到忍者啊，大家应该是有所不知啊，忍者呢是一个这个日本的一个算是职业哦。那它大概是存在于苍镰时代到江户时代，那大概正确的推算时间大概就是11世纪到18世纪这期间呐。好不好？一点小知识供大家参考一下。那我们再回到我们的队线啊，那我们对到的是这个蝙蝠侠啊。那我这里哇，他们的这个打野啊，纳克罗斯直接就是杀过来了。那他完全就是一直打红啊，他完全不跑啊。那我就进来跟他打，一边抠脚一边打。那结果对方的这个法师支援也是非常快的，我直接就是先送掉自己的手杀。那虽然悟空也赶到现场。那收掉他们的纳克罗斯，那直接追着这法师一直打。那我们的小丑呢，也算是终于赶到。那这里呢是一个一换二，那悟空呢也顺便得到纳克罗斯的蓝，所以稍赚一点呢、啊，稍微遏制了一下纳克罗斯的发育。那我这里呢是本来是想要吃那个古龙，就蝙蝠侠，殊不知已经晃过来了。我刚刚真的好像完全没有看到他，到底谁才是忍者啊？我操！那这里呢，纳克又复活怪吃这只古龙，那这只古龙我也是垂涎欲滴啊，我也是很想吃它。左晃右晃，丢出一个螺旋手里剑，好吧，被对方制裁掉，那就算了，碰碰运气嘛，有丢有机会，没丢就是永远都吃不到啊。人啊就是这样啊，你要一直去尝试自己觉得自己不可能办到的事情，你不做呢，就是永远都不可。那当然，如果你说你想要飞啊，或者是想要隐身啊，想要时间暂停器啊，那这种东西当然真是不可能啊。你做人还是要切实际一点的啊，好不好？那蝙蝠侠又不见了，他已经四等了。我看到他这个眼睛超凶啊，哎，我刚刚的血也不算少吧，直接被他打到锁血啊，超惨的，差点又送出我第二个人头。蝙蝠侠真的有点暴力哦，但是蝙蝠侠稍微比较。他的缺陷啊，就是我觉得他没有那种穿墙的位移技能，所以他进场的话，一定就是要直接乱拳一套把人家打死哦，不然的话很难出场啊，你只能徒步出场啊，懂吗？不像艾莉啊、纳克甚至悟空，都还有一些穿墙的伎俩在。那这里中路我们又发生了一小波会战，但我赶到的时候呢，已经所有人都已经逃逸了，都逃难掉了。那我自己再赶快的回下路去清这一波兵线。那看到蝙蝠侠躲在那个塔那里啊，那基本上蝙蝠侠的这个血量，我真的好想要去杀他啊。不过我真的因为古龙一出了，我很怕他们纳克过来，就稍微退一下。那果然说纳克，纳克到啊，说时迟那时快，蝙蝠侠也冲过来了，直接开大招过来，那就表示蝙蝠侠在大概30到40秒之内不会有任何大招。那纳克又去吃这个蓝，吃这古龙。那他们的这个中路法师呢，跟这个纳克，我觉得配合的相当的不错，他们这个中野联动做得很好。像古龙在吃古龙，或是甚至纳克前面来偷的时候，对方的这个阿莱斯特啊，都是有赶到的。这就是一个高端场的体现啊，高端场大概的水准就是这样，他们支援快，然后配合的也配合好，即便可能对方都是单排，那不过因为基本上大家都是有一些观念的，所以呢，进入到高端场时代的时候呢，就要凡事都要真的稍微谨慎一点哦。有时候你可能一个招丢错，那你这场会战呢，可能就因为这个原因而战败，这就是很现实的啊。你只要没有好好认真的去学习、去磨练啊，那到时候真的要用起来之后啊，书到用时方恨少，懂吗？差不多就是这个道理啊。那平常我们就没事就去一般场啊，多多磨练啊，这样。那这里看到对方蝙蝠侠，我整个充满恐惧啊，因为我完全不知道他在哪，直接丢一个手里剑。那这时候呢，哇，又看到对方蝙蝠侠在跟我们家猴子打，那我刚位已经用掉，不过这里过来直接一个螺旋手里剑。剪掉这个人头啊，那不过呢，我们的下塔也爆了。到目前为止呢，其实我们算是一个逆风啊，一个4-10的这个开局，然后塔也被拔掉了不少，然后古龙也是一直掉啊。那这时候呢，我才勉勉强强的收掉了他们一座塔。那此时呢，什么事都不要做，就是马上按回城，因为
这个 team 需要你，这个家需要你。你看对方四只豺狼虎豹站在我们家门口，我直接就是两段式位移进场开大，再送他一个螺旋手剑斩杀，没收掉，好撤退。那这一波呢，我几乎是把他们打到都残血了。那收头的事呢，就交给我的队友去执行。啊，我们的小丑呢也算是非常的卖力啊，先收掉了对方的纳克罗斯，那阻止了对方的打野继续发展。那前面这里的这里，我看觉得血蛮残的，感觉是一个 show time 啊，我直接一个进场大招，还有一秒，好，大招到了，直接开起来收掉对方的这个阿莱斯特啊。那他们的卢米亚以及不是卢米亚，那个纳塔亚还有那个牛呢，都残血逃逸啊，那就算了。那我们再吃这个我刚刚一直吃不到的古龙哦。啊，这时候看到对方的纳克罗斯是在下路，所以暂时的呢他是不会到中路这里。那这个牛直接进场开大，我稍微躲个草看一下情况。那牛慢慢往我这里逼近，他应该也察觉到草里绝对不单纯了，一定有蛮多人。那我这里再射个手里剑啊，以告诉他们说我这里是有人啊，你不要靠近啊。不过这也是暴露自己的行踪啊。那我们牛直接开大，我再一个前进进场，想要开大，但是刚好被卢密啊，刚好被密路那、那个叫什么纳塔亚给定住了，我赶快仓皇离开啊。那下路这里我们的对方纳克跟我们的小丑还有悟空在二打一啊，那也是收掉对方纳克，一换一哦。那刚刚好像是有收到对方的蝙蝠侠，不过这里我稍微躲一下他们的大招哦，他打在牛身上不痛不痒，刚刚没收掉，现在总该是要被我收掉了吧。那这个时候我一直想要杀他们法师啊，那这只法师哇很溜啊，这个走位，要不是啊我这边有菲尼克啊，可能就要被他逃掉、哦、不过我的冰霜法袍已经出了，所以其实也是逃不掉了，我只要碰到他一下，他基本上就一命呼呼回苏州卖鸭蛋了。那这里赶快的就是换我来发育了，哎呦，结果对方蝙蝠侠突然间就驾到了，那菲尼克在我附近，所以我其实也不是很怕他。不过这时候呢，我们要做的事情呢，就是慢慢把一些经济给拿回来，把地图上的要件呢都一一的回收起来。那这个时候呢，我们的人头比数已经来到10:11了啊，10:13啊 ，sorry。所以呢，这已经体现出我们这个 team 呢是慢慢的在磨合完成了，我们这个 team 的完全体已经就快要形成了。那我这里直接就是一个进场，然后丢个收尾剑直接开大，那对方的卢米亚呢又跑掉了，那这只阿莱斯特很可惜啊又被抓了，那蝙蝠侠哇哦咻一下就到了，我直接被他斩杀给收掉啊。但这一波打起来呢，我是用一颗人头然后去换了他们四只。那中路这里纳克以及猴子之战呢是对方的纳克胜出了，好不好，我们给他们纳克一点掌声。好 ,OK, 那继续看到上路这里，基本他们塔也是掉了。那这只纳克呢感觉一直在跟我们的牛做一个骚扰啊，那他完全不知道我马上就要复活，我一个过来跟到他，哇，大招是拿来加速用的，近距离斩杀收掉。还好他还没有用天丛云剑，还没出天丛云啊，那不然我可能刚那个斩杀就收不掉了。那艾里尔他的大招呢不一定可以拿来开场，你真的危急时刻你也可以拿来逃跑，甚至追击很好用，因为他有一个加速的一个效益在。那这里看到对方的阿莱斯特想吃蓝啊，门都没有啊，把他们蓝直接吃了之后我就往中路跑。那这时候呢他们的牛突然对我开大，我觉得这个大呢是一个非明智之举啊。那这里看到他们纳塔亚已经到了，那结果我们牛已经冲过去了，但是我跟你讲这个时候我绝对不会冲过去救他，没办法，这绝对救不了，绝对是要卖的，直接卖他们一块两毛五卖了，因为人我们的人都还没到，那这个牛跟对方牛一样太冲动了，直接冲进去就开大。那开大当然是要有诀窍嘛，就是像现在这样，对方一坨人我直接就是进场然后开大，那稍微的再绕一下看一下对方，再丢个收尾剑。那我们这个小丑呢一个大爆发、啊、收掉了对方大半部分的人哦，剩下这只他们的法师我一直忘了他叫什么，纳塔亚，所以那最后一个大呢虽然打到但是还是被小丑收掉了，不过没关系嘛，我们自带胜利，这种区区的小人头对我来讲如浮云般啊，我根本不计较啊，最重要的是啊赶快把他们中塔给拆掉。那拆掉之后其实他们的人也差不多快复活，不过我觉得想要先消一下那个塔，因为我是跑掉，但是
我的队友啊是跑不掉的、啊，他们没什么位移技能啊，也跟我进去这样打那个塔。啊，我们就替他们默哀三秒。那狐狸准备回城的时候呢，被蝙蝠侠遇到，那我直接就是给蝙蝠侠好看啊，教训他一番啊。那他们的牛目前出现在上路，那我们的牛在下路。那不见对方的那刻，我怀疑他可能在这里吃人，甚至是吃凯撒。哇操，凯撒已经吃到一半了，那我这个时候已经丢歪了。那我想要进去直接用大抢掉这凯撒，看看能不能 OK。那大招不用出，我已经用这个二技直接抢掉对方的凯撒。这一抢呢，我们讲我们战力马上提升数百倍啊，界王拳马上直接开了。那我这个进场，其实我一直很想等到有大在进场，但是迫在眉梢啊。最后，即便我的天丛云开启，我还是命丧黄泉啊。不过这一时换一只凯撒，然后再加上对方一些屈指可数的人头，大概两三颗啦，这样 OK 啊，赚了好不好？我们不用贪图赚大钱，我们这种小赚就好。那这个凯撒直接吃掉之后，他们一定是相当的失望啊。那这个时候他们还在下路打，那菲尼克已经抵达他们的这个主堡了，直接就是两三下收掉他们的这个主堡。OK， 那今天这场比赛呢，算是一个，我觉得算是一个蛮精彩的逆转胜啊。那不知道各位客官是怎么看的呢？好的，那今天这场比赛呢，就暂时到这里告一段落喽。如果喜欢我的话呢，欢迎订阅我喽，拜。